捏得好吧？怎么样，舒服吗？哎，舒服吗？刚才听声音，我觉得你像女人。现在这么一看，你真像个女人。好多人都这么说，男的真是个男的，就长得清秀了点儿。舒服吧，先生？舒服。来，小费。哦，给我的。听声，哎，听到了。来，在这儿。你说给我小费的呀？是啊，小费在那儿啊，这边在那儿啊。干什么？过来，过来。看不见。你说你为什么要装男人？装瞎子？能小声点说话吗？你只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装男人，你一个女的跑到男澡堂来，我这不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吗？求你了，你别说了，再说我工作就没了。你这个赚钱养家，女扮男装啊，在这儿男澡堂捏脚，这我能理解。但你装瞎子是为什么呢？我不想看你们的大屁股。你，哎呀，那盖起来可以吗？太难看了。来，拿着，戴上，拿着。这钱还给我呀？我罗伯哥做事儿从来不小气。哎，谢谢，你真是一个好的萝卜糕。我今天帮你多捏一会儿啊。56, 57, 58, 59, 60。你回来了？哦，听说娘今天又买了一些高档茶叶，这开销可要节俭点，这样不行啊。那刚好啊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算一算，也该到你发薪水的时候了，不是吗？是啊。正好把这些钱一块交给娘。这哪来这么多钱？哎呀，我又没有偷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你上工没几天。那不行，你赶紧告诉我，你干什么了？钱这么好赚？哎呀，你还记得那个孙大嫂吗？啊，她当时不是欠了一笔钱跑了吗？现在人家发财了，但是又不好意思回来找咱们，就偷了春花，一点一点的把钱还上，再加上我的工钱，就这么多了，够吗？难为她还记着这笔账。行，我进去洗漱一下。好。哎，走不走？哎，走吧。佳音，佳音，啊！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来来，请。小心，你干什么呢？火急火燎的，你这是在追谁呢？啊？没什么。有没有事？你要看大夫吗？哎，不用了，我家里还有药膏，我擦一下就好了。哎呀，我看你伤得不轻，反正你也走不了路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啊，那也行，谢谢你啊。我扶你上车。来，慢点，来，来，小心。走了啊。哎，让一下，老贾啊，哎，让一下。说吧，又约我来什么事啊？你猜。猜？有什么好猜的？会不会又是什么挖金矿的事情啊？想不想把那25000块给赚回来？当然想了。
废话，做梦都想。你跪着。哎呀，你做什么投资啊？能一个月赚这么多呀？正当投资，我跟你说，你再拿25000块出来，我给你赚10万回来。别别别，吃一次亏还不够啊！再好的投资我也不来了。你没钱了？我当然没钱了。哎，你不是说你有金刚钻吗？你把那个金刚钻拿到抵押公司抵出现金之后赚到钱，然后再赎回来。好啊，你原来你一直惦记着我那个传家之宝，那个动不得，不行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谈钱，谈钱俗气。以后啊，我赚了钱你来花，这样还差不多。不错，这可好。是的。哎，对不起，现在是午休时间，请问这位夫人您找谁啊？我找唐书涵。哎呦，唐书涵被开除了。啊，书涵呐，你连个老婆都管不好，我真不知道你在洋行里怎么跟那些各怀鬼胎的同事相处的。春秀，春秀，你去哪儿了？你又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娘，你脚怎么了？别！来，我看看。没事，真没事。啊，我就是出去走了两圈，就扭到脚了。走，我扶你上药去。哎，别！你陪着娘好了，我自己去。当心点啊！哎呀，你看看你的媳妇儿都成什么德行了！我不是故意要跟她过不去，或者是鸡蛋里挑骨头，她没念过书，脑筋又不好使，你再不好好管教管教她，你说万一他在外面呢，给你惹出什么麻烦、什么祸的，你怎么收拾啊？啊！哎呀，夫人，秋香来了，不知道我们家有什么宝贝，三天两头就把他引到我们家里来。哎，秋香姨，少爷，夫人，对不起，我又打扰了。我刚刚去洋行才知道二少爷被洋行开除了，所以我就陪你过来看看。你刚刚说我们舒涵被洋行给辞退了。嗯，舒涵，秋香姨，你说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说呀。景云，娘，您别生气啊，这事情跟舒涵没关系，是他洋行的同事陷害了他。陷害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夫人她不知道啊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还有你清清楚楚的知道整件事情，合着我是外人是吧？对不住夫人，是我不好。你当然不好，你每次来能有好事吗？我请问你，你现在还有事吗？没事请回。春秀，送客。舒涵啊，娘，你到底受到什么委屈了呀？够了。舒涵是你叫的吗？叫得这么亲热。娘，你以为你是他什么人呢？娘，宋柯，秋香，你先。秋香姨，秋香姨，哎，秋香姨，秋香姨，舒涵，你给我回来！秋香，慢走啊。秋香姨，对不住啊，今天我们情太过分了，我替他向您道歉。不怪你娘，是我当着他的面把你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。是我不好。哎，我想我娘要是能像您这样体谅我，那该多好啊。孩子，以后有不愉快的事别自己心里憋着，跟我说也一样啊。哎，这点钱你拿着补贴点家用。不，秋香姨，哪能要您的钱呢？你拿着补贴点家用啊。哎呀，秋香姨，我不能要。这你们俩在干什么？舒涵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好大胆子，你拿我们唐家的钱给这个下人用。不是这样的。闭嘴。秋香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？三天两头的往我家里头跑，这么关心舒涵的事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是想抢我儿子吧？你是这么想的吧？你别做梦了，不要脸的女人。
你误会了。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呢？钱是秋香姨给我的。什么？这钱是想给你的？哦，哼，太可笑了！你这女人好阴险呐、啊！你居然想凭着这些钱来收买我们家树寒，做你的梦吧！不是，夫人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娘，起来！我警告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想在我家里头见到你，听见没有？树寒，跟我回来。秋香姨，您受委屈了。舒翰，你脚怎么了？哇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我自己揉一揉就好了。你这脚踝是怎么伤的？哎呀，我就跟你说了吧，还不是因为那个谢佳音。我今天看见他，要不是我脚崴了，我早就追他去了。我都见他两次了，你怎么一次都没有见到过呀？我？嗯。上海那么大，我哪有你那么幸运呀、啊？还见过他两次。哎，你还没跟我说呢，你在外面到底干什么活？我在升平园干活呀。升平园是哪儿？澡堂。什么？澡堂？你跑澡堂去了？那里的男人都不穿衣服，你干嘛去了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又没有帮人搓澡，我光给人捏脚来着。我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我还用祭祖房的水洗眼睛，没人看见。哎呀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给别人捏脚？哎呀，我一个堂堂大男人，我让老婆去给别人捏脚，这话要是传出去，我脸都丢尽了。我这不也想贴补点家用吗？什么？那你瞧不起我了？我没瞧不起你，我心疼你。来，我让我老婆出去给别人捏脚，委屈你了。那也不是什么委屈。什么什么什么？你别生气了，你给我笑一个嘛，行不行？笑？你让我现在怎么笑？笑一个嘛，笑一个，把牙齿露出来，就这么笑。来一个。你要不笑的话，我去给人搓澡。你下来下来下来。等一下，别打岔啊，我话还没问完呢。怎么了？我两次见到谢佳音，他跟见了鬼一样的跑，他心里头啊，肯定藏着什么事儿，他瞒着我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你说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呗，干嘛这么不耐烦呀？你明天别给别人捏脚了。什么事儿？听见没有？哎，听见了。佳音啊，来吃水果。谢谢你啊。又在想舒涵了吧？我哪想他了？你就嘴硬，娘，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一个多月过去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连孩子都没来看过。也许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受，没顾得上。好好的洋行工作，怎么就没有了呢？他把洋行的工作给丢了。我今天正要去洋行找舒涵，才知道他被开除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去唐家就多说了几句，那唐夫人的脸色立刻就不好看了。想是又多心了吧？有什么好多心的？这唐夫人也真是的，怎么这么不知道体谅自己的儿子呢？干娘，您还说我呢，
您看看您自己想起舒涵心疼的样子，我想您应该也在心里把他当成志远了吧。烧麦，哇，花卷来啦，葱油包子，这都好吃的包子，还有这红豆粥。对呀、啊，我熬了一整宿。来，我们几个人呢，能吃得完这么大的分量吗？哎，娘，素云也是想试试能不能把李妈还有老张的活给顶下来。哎，你倒挺有心的。素云也是一片好心。来，这是素云亲手做的烧麦，尝一个。好吃吗？嗯，还行吧。你再尝尝这个。来，嗯，这红豆粥我真是熬了一整晚，现在啊刚刚好。您尝尝。舒涵呐、啊，哎，你今天不是要跟那个什么英伦洋行的人去面试吗？嗯，我相信我儿子这么有才干，一定会被高薪录用的。肯定的。舒涵，一会儿啊，你呀、啊、得吃六个烧麦。六个？六六大顺呢。娘，您今天呢、啊、吃十个烧麦，这就叫做十全十美。你想撑死我？娘，我会尽力的。唐先生，加上我们英伦洋行，你已经面试了六家洋行了。啊，是，以我在吉时洋行的经验，我保证可以胜任贵行的工作。如果真像你所说的，那么你应该早被前五家洋行给聘走了。唐先生，我们英伦洋行在业界的地位，我想你应该是清楚的。我劝你啊，找个小洋行历练历练啊。如果经理不准备录用我，不需要浪费那么多口舌。你应该早就被前五家洋行给聘走了。你谁呀、啊？啊，有啥事儿？没事走人啊！别在这碍事。哎，头，他或许是来搬东西的。不对，穿成这样，找茬的吧？他搬东西啊？我敢用啊！工头，我想找活干。他你找活干？就这样？就你穿成这样还找活干呢？行，可以啊，我看你怎么干。真的？慢点啊！就他这样搬东西呢，是吧？是吗？怎么还不回来呀、啊？娘，现在饭已经好了，要不……哎呀，舒涵还没回来，再等等吧。爸爸回来了，爸爸！哎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哎呀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呀、啊？我今天到英伦洋行去面试，那个经理啊，一说就跟我说多了，聊个没完，我就回来晚了。那是不是说他们要请你上班了？哎呀，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了，我就说那个吉时洋行啊，有眼不识金镶玉。走宝了，现在让英伦洋行见到我们舒涵这块宝。是是是，好了好了，赶紧吃饭吧，边吃边说啊。吃吧吃吧，啊，走，娘，来，好好好。
曼青啊，我还以为这阵子你手气不好不玩牌了呢。哪能啊，这打牌呀、啊、就跟过日子一样，哪能天天都倒霉啊。哎呦，那我们可得小心点啊。嗯，那是。曼青啊，你这屋子太久没人来玩牌，这屋里气不顺，你得多输点养养气才行啊。哎呦，瞧你说的，我输钱给你还要被你消遣。白太太，不是我不愿意请你到我家里来打牌，却是我这个家太小，庙小容不下你这大菩萨。哎呦，你们听听，这是损我呢还是夸我呢？娘，哎，你这怎么就一只鸡啊？你懂不懂规矩？人家打牌不能在背后乱说话的，闭嘴。嗯，知道了。二饼，哇，我就等这张饼了，糊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糊了好，糊了好，吃大饼吧，我刚刚做好的。哎呦，笑什么呀，真的是刚做好的，我放了好多芝麻呢。哎呦，二少奶奶，你娘刚刚才请文太太吃了一张大饼，着急的不行啊，要再吃大饼啊你娘可要翻脸了。不会的，我娘不会这么小气的，对吧娘？你不说话没有人说你是哑巴，出去。那我这大饼放哪儿啊？去吧。去吧去吧去吧。曼青啊，你这个二少爷的二少奶奶看着傻里傻气的可真逗。依我看呢、啊、这媳妇儿啊她就要去这样的土了吧唧的，还挺能找乐的，对吧？还请我们吃大饼呢。哎呦，哎呦，真是啊，是啊，哎，谢谢啊，兄弟，这么干下去，铁打的身子也吃不消啊。我没事儿，还行，真的。小白脸，累了吧？就是，抬这么点东西就累了。瞧瞧咱，扛的都是大件儿，你偷工减料了吧？谁偷工减料了？说你啊！我搬的一点都不比你们巧、哎，你还逞强是吧？行了，够了，走了。兄弟，别往心里去啊！工地上无聊，他们找人解闷呢，没什么坏心眼、啊。咱们干活吧，走吧。哎，再给我一个，东哥，给啊，好，兄弟，哎，啊。谢谢啊，他们这些人啊没什么坏心眼。是是吧，老七啊，啊你过去吧。好，哎，嗯，行行啊，东哥，兄弟，我看你在我这儿啊也干了十来天了，也砸回来不少东西，我是没关系，可我没法跟老板交代呀。这样，您从我的工钱里面扣。就你这点工钱扣的什么时候为止啊？再说了，你每天穿着这身衣服下了班就穿回去，我不知道你是来演戏的还是来干活的。你去扣我的钱吧，我求求你了，让我在这干。你记住了，我是为了扣走你损坏的东西才让你留下来的，好好干吧你啊。谢谢东哥。没事儿、啊、哎呀，别骗我了，你上班太累了是不是？让我来给你捏一下来。哎，别不用，我怕痒。你什么时候怕痒了？嗯，哎呀，哎呀，快睡吧。你怎么上班上成这样了？没事儿，我今天啊赶电车不小心扭一下，没事儿啊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来来来，给
赶紧睡。就不像一个寻常人家的人，倒像个有钱人家的少爷。哎，对了，刚才那个女的怎么看也不像能配得上像你这样有钱人家的小姐，怎么就成了你老婆了？哎，我就直说了吧。我说你也别瞒我们了，有什么就说什么吧。就是是，要不然老是让别人感觉我们在找你茬。各位，我真的不是有意要瞒各位的，这确实不是什么风光的事儿。我是唐家的二少爷，不过是败家的二少爷，一无是处啊。你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你要早说了，我带着大伙一块帮你不就完了？就是啊，是啊，兄弟，但我觉得你真是个爷们儿，一个堂堂大少爷能来这儿打工，不易啊。不易啊，真不容易。之前啊，我们俩也真是对不起你，真对不起。我们要早知道就不找你茬了。各位，舒涵今天谢谢大家了。谢谢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以后啊，要有什么事儿，你说话能帮上就帮，就是，对，能帮就帮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舒涵，苏云，你怎么还没回家？等你呢。你干嘛到这种地方来做苦力啊？我离开洋行，就在这里找了个活干。可是，没事儿，这活挺好的，别人能干我也能干。你的手是用来干重活的吗？你的手是用来画画的？一个女人家都能跑到澡堂子里给别人捏脚去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我什么不能干？再说了，以前是我不懂事儿，我不明白柴米油盐不是画画能画出来的，是要靠双手挣出来的。你，那你干什么都行啊。干嘛非要到这种地方来做苦力呢？我也不想啊，我找遍了所有洋行，没有一家肯要我。你以为我比你笨啊？你别拿我寻开心了。反正我告诉你，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能回到这个地方，我陪你一起去找其他的工作。哎，没事儿，这儿的人看着挺粗鲁的，其实都不错，跟他们搞好关系啊，他们都挺照顾我的，放心吧。这么大的事你都瞒着我，而且你辛苦挣的钱你怎么还拿去给娘当赌本呢？谁让她是我娘呢？哎，这事儿不能让娘知道啊，你得瞒着。这事儿要是让娘知道了，那可就完了。你以为我那么笨呢？我当然不会说了。你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。不忘的却将是非人与
情长胭脂眉，妆染有新鲜憔悴，琴弦弹指之间化成云烟，任凭风飘逸蔓延。哎，好的，这边好看。娘，娘，早，娘，早，早啊，娘，早。婷婷上学去啦？啊，刚吃完早饭，上学去了。啊，娘，你这是要出去啊？对呀、啊，去白太太家，约了几个牌搭子打牌。娘，不是说最近你手气不好吗？要不再歇两天？就是就是，要不就别打了吧。就是手气不好才要再打。我昨天晚上啊，梦到了一大桶的黄金，是个好兆头，所以今天我一定会赢死他们三个。哎，对了，现在几点了？哦，我忘了带表了。这个，我现在回去拿表，然后去上班。嗯，这个金饭碗呐，一定要端好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娘。记住了啊，娘。那，祝您好手气啊。哎，会的，会的。那我送送舒涵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啊。这两个人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突然关心起我打牌来了。舒涵。啊。表呢？哎呀，快走吧，别嘀嘀咕咕了，免得让人看出来。哎呀，娘在楼上，她看不见。这什么呀？当票。哎呀，反了！这可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啊！你把手表当了？嗯。你小心点啊！知道了。想不想爸爸呀？为什么你爸爸都不来看你呢？一定是他心情不好。爸爸，我也知道宝弟想爸爸了。来，嗯，乖，爸爸一定会来看你的。干娘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我看着宝弟吧，我想出去一趟。我知道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。哎，谢老爷大娶之后我就出国了，回来之后我还特意去了友谊轩。哎，友谊轩已经不在了。是啊，友谊轩早就收起来了。嗯，当年要不是谢老爷对我的栽培，我这个穷小子哪里有机会坐得上现在这个位置呢？才哥，既然您这么好还能念旧情，那我就不瞒您说吧，嗯，今天我来是想替一个曾经在您这里工作过的年轻人求个情，希望您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。哦，你说的是唐书涵？你跟唐书涵有交情吗？我们算是朋友吧。嗯，记得以前我爹打理生意的时候经常跟我说，不要因为别人犯了点错误就开除他。嗯，应该给他第二次机会。其实才哥，以唐书涵家里的情况，他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，如果您可以大人有大量给他第二次机会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好好报答您这个东家的。谢老爷生前一直待人很宽厚，佳音，这件事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嗯，先生您慢点，小心楼梯，这边请。嗯，站好。罗伯高先生，要都像瞎子这样说不干就不干，我这生意难做呀。领班先生，我前段时间我闭嘴，有事儿啊。黑子，哎，黑爷，哎，没有，哎，高爷，我在这儿算老顾客了。哎，是是，您说的是。行，我在您这儿没脸。不是，您说哪的话呀？您这是，那这是脸吗？不是，我们两张脸加一块行吗？哎，瞧您说的，谢谢捧场了啊！哎，您放心啊，我来安排。小子，哎，听见没？萝卜糕先生啊，来给你求情了，啊，好好给我伺候着啊！是是是是是，给您添麻烦了，领班先生。哎，萝卜糕先生，那我先走了，您慢慢享受着啊！哎，好好伺候着。站着干什么？没听人家说赶紧过来伺候我？哎呦！萝卜糕先生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一
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我给您好好的捶。哦呀，轻点轻点，我跟你说，这样行吗？嗯，我这个人呢有个毛病，就是看不得别人吃苦。你一个女人家赚钱养家也不容易。罗布高先生，你不要说女人女人的啦。担心什么呀，有我在。叫什么名字？杨素云。杨素云。素云啊，哎，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在这干，别的不敢说，每次给我吹完腿捏完脚之后啊，我加倍给你小费。谢谢罗布高先生。哎，您挣钱是不是太容易了？你说您给小费说给就给，还给的特别多。赚钱很难吗？赚钱不难吗？我觉得赚钱跟吃饭一样容易啊。我说认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还真有这本事啊。我不光能替自己赚钱，我还能替朋友赚钱啊。说给你听听啊，朋友把钱呢放在我这儿，这叫本金，我拿这个本金去做投资，投资之后呢钱生钱，越赚越多。不懂。捏腿吧。钱生钱，钱生钱要本金。嗯，跟老母鸡下蛋似的。差不多吧。我知道了。嗯，记住啊。嗯。春秀啊，家要看好啊。哦，好的。出去就回来。娘。哎，您去哪儿呀？你倒是去哪儿啊？拿这么大一篮什么东西啊？就上次给您做的安徽风味的，放了雪菜油而不腻的包子。嗯，还行吧，还入得了我的口。真的？哎呀，娘，您都夸我的包子，那我今天拿着包子去送礼，算是送对了。怎么，你拿这些包子去送你那些老弄堂里的穷邻居啊？不是穷邻居，我那个朋友啊可有钱了，真的。一个妇道人家交什么新朋友啊？我那个朋友啊真的很有钱。哎，真的，您看我今天送他一笼包子，回头他可以给我赚100笼包子的钱，真的。这么好的事儿能让你遇上？真的遇上了，娘。行了，不跟你废话多说，我约了人打牌，要迟到了。小姐，左等右等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哎呀，什么事这么着急呀？还像上班硬忙，准时准点呢？当然有事了。什么呀？哎呀，法兰西香水。哎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干嘛这么好？没事送我香水？我还有事，还有事，当然有事了。有什么事儿？死了干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这个月刚刚赚到的，拿来孝敬你。哇，怎么这么多钱呢？这真的假的呀？我说的话真的假的不知道，但这个钱真的假的你摸一摸就知道了。好了好了，算你有诚意有良心，你的钱、你的香水还有你的心意我统统都收下了。还有我的热情呢？哎呀，讨厌啊。哎，别管他，别管他。有人敲门啊。哎呀，有人敲门。不都说了别管他吗？你干嘛不去开门？是不是还约了别人？你有另外一个相好啊？我只有你一个就已经够麻烦的了。不，我是你什么意思？已经够了，我哪还有另外一个？我不相信，要不你放他进来我看看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那这样这样的话，你不怕别人看到你在我这儿，我还怕什么？我去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先进去回避一下。素云，罗伯哥，你在家呀？你怎么知道我家住这儿啊？嗯，我也是有本事的人呢，我能问你啊。哎，
还怕你不在家呢，刚好。你看，啊，瞧瞧，安徽的特色包子，刚给你做好的，尝尝。没白给你小费啊。那是，还有。什么？本金呢？你上回说跟你学投资，本金带来了，你就收着吧，啊！我屋里有人，一会儿再说。